咧一開閘嘅時候，龍船快咧就唔快喎，響後邊先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優達星啊，響出邊咧就美麗新星啦，大愛當走埋嚟咧，仲有神日金剛啊，黑衫第四位咧就威之星啦，內欄第五位粉紅眼罩美麗精神啊，咁啊再見到第六位紅衫咧就超勁勇士，中間年年豐盛，內欄黃衫大面菇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博愛有威啊，後邊嗰五匹馬啦，飛輪轉王、龍船快響尾四啊，尾四拍住佢咧，仲有烽煙再起啦，後邊嘅三匹馬行進寶區，內欄位置尾二大燈殿啊，暫時殿後係嗰只興高采烈嚟嘅，接近呢個咧就係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頭係神日金剛喎，第二位咧就外邊上咗嚟就美麗新星啦，埋邊優達星就第三位，出邊望空咧咁啊紅衫第四位超勁勇士啊上咗去啊，第五位黑衫中檔係威之星啊，內欄粉紅眼罩仲有美麗精神，出邊就飛輪轉王啊，再後多陣嘅嘛，年年豐盛啦，內欄黃衫白帽大面菇啊，博愛有威仲等緊位啊，響外邊有行進寶區咧，再後邊嗰啲馬啦，興高采烈尾四尾三烽煙再起啊，掟出去大外檔大燈殿啊，暫時包尾係龍船快嚟嘅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，見到外邊咧就超勁勇士一鼓作氣就冚咗上嚟先啦，咁啊再見到跟住嘅後邊威之星已經係追緊噶啦，再見到馬林中間追入邊位置粉紅眼罩美麗精神啦，外邊上咗少少就行進寶區大。分別是興高采烈和大燈殿上緊，最後一百米超勁勇士拋離後面的對手一個身位，威之星就在第二位進佔第三，外面是興高采烈，第四名的馬行進寶區大燈殿是相當接近，結果這場賽事入彎已經三踏早走啊，就係呢隻超勁勇士，咁啊接嚟一個身位到啦，咁啊贏出呢場賽事嘅威之星都已經係跑到好啱啊，跑翻個第二、第三興高采烈，第四大燈殿。五号超劲勇士啊，莫雷拉帮阿罗富全咧顶奥运啊，跑第二名四号嘅威之星啊潘顿，第三名咧十二号林美乐好多飞兴高彩烈啊马雅第三，第四咧三号马大登殿周俊乐。咁啊头先嗰场赢住六场噶啦，五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三号嘅暂定名次啦。睇翻重播啊！